该睡觉了。好吃吗？吃麦当劳开心吗？明天要去花莲。明天要去花莲，更开心。可是我早上已经很不开心，因为要很早起来。啊，你在车上可以睡啊。对啊。你干嘛？拍你们偷吃麦当劳哦！妈妈知道你们吃麦当劳吗？不知道，奶奶。什么？妈妈，妈妈问他中午要吃什么？妈妈又要剥给妈妈。对啊，我剥给妈妈。妈妈说什么？妈妈就说这里有麦当劳，然后就问你。你上次吃麦当劳是什么时候？不记得了，上个星期一吧。那也蛮快，蛮近的啊。因为那是学校请我公门。汉堡好吃吗？嗯。嗯。我昨天喜欢吃。还没，赶快站好啊！来，你自己再摆一次那个表情啊。OK。等一下我来按哦。欸，为什么？等一下，先不要啦，先看一下其他的。可以看这样好不好？可以换，可以换。没关系。慢慢来。这蛮好看的。这个。问你们，科博馆好不好玩？好玩。中午吃什么？麦当劳。还有炸鸡，对不对？拍照咯。不要挡住好了。三二一，再挡。三二一。叫你那个妈妈去那个全联还是家乐福买，有那种一包的。有啊。有。那是五十，不是几十。转开了吗？赶快开，快点转！好冰啊！